天气非常炎热，大家注意补充水分。现在好险有阴影了，不过大家还是不要忘记补水啊。可以再宣导一次，就是现在天气很热，然后我们今天有带我们的周边我们的扇子。如果你们想要我们的扇子的话，就是你可能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我旁边有黑色扇子我没有，在这边领取啊。除了扇子之外，还有我们的贴纸。前面有一个绿色，绿色的尾蟹，没有绿色的物品，啤酒，啤酒，人家很辛苦哎，对，可以找他领，免费的。我在帮你们。